因為有人問到咧關於德性啦，咁我就會話咧，從聖經嚟講，就係話一個人無論在順境、在逆境、在逼迫唔係逼迫嘅時候，都一路同神有個人生命嘅關係。呢、這個個人關係點樣咧？即係唔係就話我信耶穌，而係真係耶穌影響緊佢嘅。耶穌同佢講説話，你悔改啦，你聽話啦，佢真係會回應神嘅，佢神會帶領佢啦。咁佢又會親近神啦，遵從神啦，侍奉神啦。侍奉神係任何方式，我哋榮耀神都係侍奉神嘅。即係總之我哋講俾人聽耶穌幾好啊，我哋講神嘅話語啊，都係侍奉神嘅。即係所有呢啲都係神喜悅。總之佢嘅生命就俾神流露，即係神想佢點，佢就點樣呢個德性。咁但係好多人話我都好多不完美嘅喎，咁我話係德性咧，咁不完美就求主赦免，神又幫我哋又再站立起嚟。咁啊大災難裏面啲基督徒會唔會犯罪啊？都會犯罪嘅，都會有軟弱嘅，咁啊會驚嘅。不過咧喺佢驚嘅時候，佢就發覺咦有啲基督徒依靠神，佢哋有食物喎，咁我都依靠神啦，即都一樣會有軟弱。不過當佢發現咦依靠神咧就真係有力量啦，咁佢更加激勵佢會親近神啦。咁邊啲人係唔係德性咧？佢直情離開神啦，佢直情疏遠神啦，佢都啊唔睇重神啦，咁嗰啲就係唔得救咯。嗯，總之佢同耶穌冇關係，或者聖靈喺佢裏面做唔到嘢嘅，改變唔到佢嘅。嗯，咁嗱好重要咧，就係唔難嘅嗱，好多人就覺得好難，因為聖經話你一悔改，一個罪人悔改，天上為佢歡喜啦。你一親近神，神一定親近你，並且你常喺佢裏面，佢常喺你裏面，你就多結果子。多結果子即係話佢住喺裏面啦，佢發產生果子出嚟啦。咁然後咧，就我哋一遵從神，一侍奉神，一杯涼水俾一個小子都不能不得賞賜。所以你做任何嘢啱嘅，神都歡喜。咁所以咧就好簡單，最即係耶穌用最少嗰樣嘢，一杯涼水都不能不得賞賜。總之你有心。想祝福人，首先在聚會啦，幫助其他人啦，鼓勵其他人，然後出邊咧都幫助人咧，咁你就做緊神吩咐噶啦。一軟弱又求主赦免，咁咧就唔難嘅。但係批判自己就會好難，就係哎呀，我仲覺得唔夠好，咁就難嘅。即刻悔改，咁啊輕輕鬆鬆，我一遵從神，神就中意噶啦。咁所以我可以唔使驚嘅。OK， 咁另外咧，就先你問個問題就話將來榮耀身體係點樣樣，咁我再解釋一下，然後你可以再問嘅。基本上咧，好似亞當夏娃嗰陣時，不過咧唔同咧就係有榮光。嗱，亞當夏娃嗰陣時有冇榮光咧？我唔知道，聖經冇講到。不過可能咧，佢真係係佢係完美，不過冇呢個榮光。咁咧嗱，我哋睇聖經記載啦，牧羊人見到側邊有個使者喺度咧，係有榮光嘅，主嘅榮光充滿佢哋。我哋見到有不同嘅情況咧，啊使者啊、天使啊、耶穌出現啊。啊，即係都有榮光嘅，咁所以咧，我哋到時咧就好似耶穌嘅榮耀嘅身體相似咧，即係我哋都會有榮光，都會咧啊嗱，榮光可以係啊光輝啦，啲光啦，亦都係個生命裡面咧有充滿愛啊喜樂，即係哇見到哇咁開心嘅，咁有愛心嘅，咁唔介意以往發生嘅事嘅，咁接納我嘅，嗱呢啲都係榮光嚟嘅，即係。咁呢個就係、是、即係基本上咧，天堂裏面就係有完美嘅愛、完美嘅喜樂，再冇犯罪嘅意念，完全咧個心都唔會再諗罪噶啦。呢、這個真係好好喎，因為我哋而家成日都會有罪嘅意念，但係咧到天堂就冇噶啦。嗯，係你有冇？有冇想請教你咧？稍微諗下講咩？係大災難的，而且確比而家任何時間，因為耶穌好清楚講嘅馬太24章。之前冇咁嘅災難，之後都冇，即係全世界從來未試過有咁嘅災難。咁佢嗱有咁嘅災難咧，聖經其實啊，即係尤其啟示錄咧係講得好清楚嘅。咁咧，譬如話要受受印記，拜受先可以有買賣啦。即係話你好簡單，你就算俾水費你都俾唔到。啊，即係我哋唔能夠用錢俾啊，要用受印記去俾。咁所以咧喺嗰時候咧係完全超出而家所有嘅我哋嘅期望，亦都咧因為咧佢話會殺嗰啲受逼迫嘅人啊嘛，咁唔係對唔住啊，係會殺嗰啲即係冇拜受嗰啲人啦。咁所以咧亦都好大可能咧係會有監察系統啦。其實而家啲監察系統就預備將來嘅，即係魔鬼使用呢啲方法將來嚟到監察人。而家其實已經有啲監察系統係點樣咧？
你一行過，那個 CCTV 一照你，已經顯示你是誰，你的背景，你所有的東西全部知道了，還有警察的眼鏡，他戴頂帽，可以裝曬所有的資料。他一望個人的時候，他眼睛一望就已經望到你是誰。咁同埋咧，人面辨識啦，即係而家都係好容易嘅，即係話睇到個人嘅樣或者嗰啲動靜啊，唔係就係樣喎，你身體動靜咧，佢都可以分辨到係邊一個人嚟嘅。咁所以佢能夠分辨嘅時候咧，喺嗰陣時唯一嘅方法係唯有倚靠神嘅啫。嗱嗰陣時冇食物啦，受逼迫啦，被攻擊啦。同埋咧，大災難亦都講到真係天災，係好多天災，啲水啊、啲植物啊燒咗好多啊，又好熱啊，即係各樣嘢都係全部好困難。不過喺咁嘅困難時候咧，其實你即係苟且生存又冇意思嘅，因為苟且生存唔得救又冇意思嘅。但係你聽神話咧，神一定祝福嗱。我好相信有啲人話好驚這個殉道啊。聖經話咧，你受逼迫嘅時候，聖靈會教你講乜嘢？我相信咧，喺殉道嘅時候，聖靈會喺度講嘢嘅，即係佢唔會話嗰度，哇！你喺度殉道啦，你又冇即係完全冇幫助咁坐喺度咁樣，佢直情會同你講嘢。嗱，我喺度噶。譬如嗰人真係會死嘅，佢真係話俾你聽，嗱，你好快嚟到我度，我或者佢見到耶穌，佢好似司提反咪係咯，初期教會，佢根本唔會驚，因為佢睇咗耶穌嘅榮耀，所以咧佢死嘅時候咧，佢都唔會有驚。咁所以呢個就係相信神嘅真實嘅同在。咁而喺我哋今日有逼迫，我哋因為可以經歷神啦，我哋有神嘅同在，同埋隨時祈禱都有力量。咁我哋咧就可以唔使驚定先啦，即係有咩嘢都唔使驚，因為我知道神與我同在，亦都隨時得力。所以呢個我教導大家用心靈誠實愛慕神，成日從個心底處愛慕神咧，即時經歷神嘅平安喜樂咧。是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的。这个是就是说面对大灾难的时候的情况。好了，那我又想回应你的问题，七年大灾难。这个呢是另一个啲人呢解释圣经的时候没清楚看经文的。我现在撇去但以书第九章。大先知书，大家如果记得塞耶埃杰但，但就但以理了。但以理書第九章就是呢頁數呢就是1052頁。在這個經文呢，我們不讀完，大約是這樣的，24節開始，為你本國之民和你聖城定了70:7，要止住罪過，除淨罪惡，贖盡罪孽，引進永義，封住異象和預言，並高至聖者，就講到高立呢個至聖者啦。咁然後咧，你當知道，當明白，從出高立至聖者，呢個至聖者就係基督啦。好啦，從出命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有受高君嘅時候，有7:7同埋62:7。490頁。係啦。總共係70:7就係483。第九章。而家我去到25節。有70:7，但是他又講到69:7，就是7:7加62:7。正在艱難的時候，耶路撒冷連街大壕都必重新建造，會重新建造了，即是嗱呢個咧就講到耶穌之前的重新建造。過了62:7，那受高者必被剪除，就是耶穌被釘十字架啦。這個受高者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來毀滅這城和聖所，至終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方倫的事已經定了。嗱，呢度講到咧就係有一王嘅民。嗱，我想大家講諗一諗喎。上文講到有受高君啦，又講到一王，王係單數定係眾數啊？一王啊嘛。單數，民咧？眾數。好啦，嗱，大家睇落啦。嗱，呢個單數眾數就係非常重要嘅。我想大家望實個經文，因為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在聖經上呢是一個常見的一個情況，現在我們去到26節、過要62:7，這個受高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必有一王的民，這裡就是眾數啦， The people of one prince， 一個王來到，和聖所來到
毀滅呢個城同埋聖所，至終必如洪水沖沒，必有爭戰，一直到底，荒涼嘅事已經定了。一七之半，他必如許多人牽立盟約。個問題呢個他係邊個？上文邊一個係單數？王王。但係嗰個句子個主位係王定係民呢？王王。一王嘅民喎，係民嚟啊，因為個王嚟啊。王。嗰啲民嚟到剪毀滅者城喎，一個王嘅民嚟到毀滅呢個城。即係我哋呢度成班係民啦，咁其實有個王力管理呢一班民啦。係啦，復活咗即係有一個王，佢嘅人民嚟到毀滅者城。係啊。嗱，即係話嗰啲人民啊嘛，即係呢個一王的係個形容詞，係咪？嗯。一個王嘅民，即係如果所以你可以，你可以唔使個王字都得噶。嗰啲民嚟到毀滅呢個城啦，係咪？係啊。呢個受膏者係單數他啦，佢被剪除。有一王的民，那些子民，那些 一群人民呢就來毀滅這個城了。然後呢，一七之內，他必要許多人建立盟約。一七之半，他必使祭祀與貢獻公子息，那行毀壞可憎，必如飛而來，如飛而來。這個，講完這個他先講這個毀壞可憎的來到。即是说讲完这个他他跟很多人建立盟约、嗯、你看上文单数是受膏者抑或是王抑或是民呢谁是单数呢我们就先讲这个王不是个主位是那个形容那个王的民来到毁灭这个城、嗯、所以是众数嘛、嗯咁上文講開邊個咧？係基督受膏者。嗯、所以呢個按照上下文單數睇落去咧，係他係基督，與許多人建立盟約咩盟約咧？新約咯。嗯。點解廢掉祭祀同埋祭祀同埋公獻咧？嗯。因為新約唔使再獻祭噶啦。嗯。取消獻祭啦嘛。嗯。好多人就話取消獻祭咧，就係敵基督。根本我哋而家唔使再獻祭啦。嗱，有啲人亦都講啊，而家耶路撒冷而家揾到隻紅牛啦，準備要起個聖殿啦。嗯。點解會新嘅最後嘅日子係會獻祭做翻獻祭咧？因為聖經已經清楚講到唔使再獻祭呢啲，而且咧聖經講到公牛同埋羊嘅血係斷不能除罪，係基督佢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嘅罪，希伯來書有講嘅。嗯所以個經文呢其實是講到基督跟很多人建立這個新約嗯而且他令到再沒有獻祭了、嗯、不用獻祭了、嗯、然後這個毀壞可憎的就會來了嗯所以呢是兩樣東西的他和毀壞可憎是兩樣不同的事不過呢普通人解釋就是這個他就是毀壞可憎那個就是敵基督就將他放在末世末後的日子啊，呢、这個敵基督咧就有三年半同啲人建立盟約，就係一個和平嘅日子，就好多國家同佢建立盟約，然後三年半就大災難。但其實呢個經文並不支持呢個釋經。嗱、这、呢個就係睇聖經啦，望真每一隻字。即係我當我聽完呢個七年大災難嘅時候咧，我都即係我初頭我都係信噶，不過後來我睇睇下，三年半啊，好似主耶穌話。主耶穌都提過呢段經文噶，係啊，係啊。主耶穌話：你哋睇讀呢段經文嘅人要回意啊，係啊，呢段經文好重要噶。係啊，冇錯啊，好重要呢段經文。但係個問題就係個他，識唔識點解啊？唔係就係、是、個他係邊個？因為佢哋將個他變咗做敵基督，就變咗敵基督三年半咧，就同人建立盟約三年半咧，就會佢就會啊，即係直情係彰顯自己係稱自己為神啦。係啊，但係。從聖經來看聖經是說基督和人建立這個新約以及廢掉這個約然後呢後來呢、這個、當時來到這個毀壞可憎呢當時來說就是毀滅耶路撒冷不過這個是預表將來末日這個敵基督的即是它是預表的這個當時毀滅耶路撒冷聖殿那個提多將軍帶了人來
係預表將來末日嗰一位敵基督嚟到毀滅聖所嘅。大家攞唔攞到係？嗯，先講先講。咁指嗰個敵基督係指一個人咧，因為某啲國家，因為某啲喺啟示錄多次講到呢個獸嘅時間，都係講到三年半嘅，42個月，係多次講到，係冇講七年嘅。亦都講到呢個兩個見證人1260日，又係三年半嘅。所以聖經講咧，其實大災難係三年半，係冇話到七年。即係呢個就係、是，所以你自己翻去睇聖經啊，你再睇再睇。即係我因為我睇過原文，睇過英文，睇過中文，去比較的時候咧，我都覺得，即係我睇到都係單數嗰個係唔係？佢意思係七年大災難喺以色列同所有國家簽訂一個和約，叫七年和約。係啦，個問題就係、是，所以有時定咗喺七年嘅就係、是。個問題聖經邊度有？聖經邊度有？係呢度有。依度佢就解錯咗個他咧，就帶嚟呢個七年嘅神學啊！即係呢個教導咧，由呢個經文可唔可以達到話，就係有三年半敵基督咧就會做呢個和好嘅約？有七支半啊！嗱，個問題就係我哋啱啱講個他係。弟兄講係基督，弟兄聽咗另外一個牧師解釋。係啊，我知道，我而家就回答你，我就話咧，佢哋係根據要將呢個他明明上文講開基督嘅受膏者，忽然間個他咧就會忽然間嗱，你睇埋落去，你睇即係睇咗咁咧，呢個受膏者必被剪除啦，咁咧一王嘅民有一王嘅民嚟到毀滅呢個城啦，咁然後咧一七之半咧就係呢個行為毀壞可憎嘅，就會嚟同好多人建立盟約啦，咁然後呢個行為毀壞可憎嘅。如非而來喎，嗱呢度講到，然後佢嚟喎嗱，咁咧就即係講到呢個指啊祭祀貢獻紫色，然後呢個行為為可憎嘅嚟啊，咁所以佢係後來嚟，佢唔係之前立約，唔係佢嚟噶，你明唔明啊？呢個由個經文，即係話呢個教導成日都話三七年就會咧好多國家有一個和平嘅約係敵基督立嘅咧。是沒有聖經的支持的，不過很多人是信得很透徹、啊、信得很透徹。有兩個牧師是比較追求聖靈的。我先講到大災難的意義，就是說呢在這個時候，這個我覺得、啊、聖經是沒有講的，聖經只是說成就神的旨意，但這個旨意是什麼我們不知道。我自己就覺得是潔淨基督徒，是啦，我們準備好自己就行了。基督徒呢在那時候真的沒有不冷不熱的了，個個都能夠依靠，即係只能夠依靠神，唔能夠再係即係依靠錢、依靠人、依靠間屋，然後咧些少依靠神咁樣，即係呢樣嘢已經唔再存在。係因為喺嗰時候你咩都冇得食嘅時候咧，係唯一方法就係不斷嘅禱告，不斷依靠神。即係有100%。嗱，關於呢個敵基督，我哋讀一讀嚇啊，帖撒羅尼迦後書2:3，佢到底係人啊定係乜嘢？人不推用什麼法子，你們總不要被他誘惑，因為那日子以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並有那債罪人就是沉淪之子顯露出來，他是抵擋主高台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的，為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裡自稱是神。 OK， 好，嗱呢度講到呢就係、是、我就先講信息嗰陣時都有講到啦，即係如果有人話那個日子來到了，因為那時候帖撒羅尼迦的信徒以為基督來了，保羅就說不是，因為那時候之前必有離道反教的事。這個離道反教都挺恐怖的，因為你會見到很多人離開真道，耶穌都說了，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並且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所以呢可能那時候基督徒會出賣人的、出賣其他基督徒、因為那時候他一定要拜受和受受印記、敵基督要他你要舉報誰是基督徒誰是牧師，如果你不舉報都有罪、如果你懂得誰是基督徒你不出聲都有罪，所以在那時候是很多基督徒就跌倒了、離道反對基督教啦，還有這個大罪人和沉淪之子，在原文呢就是 the man of lawlessness， 是一個男人，沉淪之子 son of perdition 是仔，有一個兒子，
所以兩個字咧，顯示唔係一個天使，係一個人嚟嘅，係一個男性嚟嘅。咁咧就即係呢個人會出現啦，顯露出嚟。佢係抵擋主高台，自己超過一切，稱為神同埋一切受人敬拜嘅，甚至坐在神嘅殿裏，自稱是神。因為佢嗰個能力大啊，即係佢白啊裝死咗，因為佢喺啟示錄有講到十三章嗰度講到咧，佢就好似死咗。不過咧，跟住佢就活著，咁啲人就以為佢復活，咁佢又話自己復活，咁啲人就拜佢啦。咁於是咧，好多人咧就會拜佢咧，並且佢逼啲人，你唔拜咧，你就冇得買賣。咁亦都咧，當時嗰啲政權咧，有十個王忽然間將佢嘅政權交俾敵基督。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嗱，呢十個國家係邊十個國家咧？係點樣情況咧？咁但係我哋又唔好以為敵基督喺啊呢個大災難時期係完全掌權喎，因為聖經有講到咧，獸嘅國會黑暗，同埋咧嗰兩個見證人會用火消滅佢嘅敵人。咁所以咧喺嗰陣時咧，敵基督並唔係全部得勝，不過佢係好大嘅得勝。佢亦都同基督徒打仗咧打贏嘅，即係佢有講到同基督徒打仗打贏。好啦，咁所以佢嗰種啊宗教，即係佢扮做神啦。同埋政治嘅力量，因為十個王將權柄交俾佢，同埋佢有經濟嘅權柄，因為嗰啲人要買賣都要經過佢。咁所以呢個人咧係有政治、宗教同埋經濟嘅權力。咁亦都而家咧，我哋睇到而家全世界經濟都係好有困難啊，度度都係話：哎呀，啲唔夠錢啊，啲貨物賣唔出啊，啊冇人買啊，啊！好多經濟困難咧，咁咧呢個困難咧，當敵基督出現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就會跟曬佢啦。即係話，因為佢可能俾一個方案，啊，咁咧就可以有錢多啲嘅。其實咧，這個世界如果和平咧，係有錢嘅，唔會窮嘅。點解咧？而家好多錢係用咗做軍費嘅。如果唔使軍費咧，係唔使咁多錢嘅。咁嗰啲人民就多好多錢嘅。但因為咧，全部好多。很多國家嗰啲錢係好多用咗去軍費，咁咧就變咗咧就即係當敵基督統治嘅時候咧，佢就嗱佢未必係冇軍隊，因為佢後來佢係帶住嗰啲軍隊去攻打以色列噶嘛。咁但係咧，總之佢有方法可以經濟上啊，啲人咧就覺得跟佢咧就好啦。咁所以佢有呢個咁嘅權力。咁呢個係一個人嚟嘅，因為咧喺第八節嗰度話咧。是耶穌用降臨的榮光，那是不法的人顯露出來，主耶穌要用口中的氣滅絕他，用降臨的榮光廢掉他的，即是耶穌親自處理啊。這個人物呢是全世界很出名，耶穌也都親自去面對他處理他的，即是一個這樣的人物。不知道，如果我們知道我們就會現在知道。基本上你怎樣知道是敵基督呢？很簡單，第一他自稱為神，超過一切受人敬拜的，即他會要這些人敬拜他，還有受他的印記，不是沒得買賣。有些人就說現在那些吸引呢、即現在有些人是有那些、microchip 即微晶片呢，有些國家很多人放了微晶片在個手、可以放在手那裡，那就可以好有方便嘅，即係可以咧，買嘢啊 ，credit card 啊，身份證啊，遺囑啊，即係你所有需要資料可以放曬嗰度嘅，咁樣咧就好方便嘅，即係真係好方便啊！你買嘢又好，你搭車又好，全部都用呢個方法。即係而家已經有啲國家係咁樣樣，咁有啲人話就呢個咧就係受印，同埋有啲人咧仲話咧呢、這個疫情呢個針咧。就是受印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聽過咧，呢、這個香港耶路撒冷咧，佢呢個機構咧就發出好多影片同埋相啊，咁佢就話咧，你打針之後咧，你就變咗異形啦。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呢啲啊？所以有啲人點都唔肯打針。聽過。係啦係啦，不過打完針而家結果啲人都冇變到異形啦，即係佢就話咧，其實咧嗰啲同埋啲針裡面咧就有 microchip 有微晶片，咁但係即係因為嗰啲微呢啲。這些疫苗呢並不是某一個國家製造的，全世界不同製造的嘛，即難道他們個個串連一起現在正在做這樣的秘密的東西，即其實是沒有跡象顯示的。
但係將來會唔會咧？可以會，即係到嗰時候咧，其實呢個受印記係一定要包括拜受，咁呢樣嘢咧就顯示呢個係敵基督啦。嗱，我再講一講敵基督嘅跡象，就係佢為自稱為神啦，佢咧就扮好似死咗啦，又復活啦，咁所以好多人好驚訝啦。咁咧就亦都有啲國家將個權柄交俾佢啦，佢逼人哋拜受同埋受印記啦。即係呢個人咧，唔係淨係佢好邪惡，佢係有呢種好高度嘅宗教嘅能力、宗教嘅地位，結果好多人拜佢。呢個就係個特色嘅地方。係好可怕，不過咧有神咧，嗱最緊要就係神大定係佢大，即係我哋要相信，我哋知道神大過佢啊嘛。而家神預先講定佢啊嘛，唔係佢講定神啊，係神講定佢啊嘛。咁所以我哋知道咧係唔需要懼怕嘅，即係神係會掌管一切。咁我哋基督徒咧就唔使一個好似哎呀死啦點算咧咁樣，唔使懼怕嘅，神會供應我哋嘅需要。嗱，神可以用方法。五餅二魚餵飽人啦，或者用草啦、草啦、樹皮啦，可以咧變為食物啦。啊，用石頭變做食物啦，或者唔使食啦，好似摩西上西奈山啦，即神都可以用呢方法。或者有馬拿咧。係啦，有馬拿又得，神又降馬拿又得。OK， 係你講啊。唔需要神多嘢。啟示錄第六章嗱，有啲人咧喺網上或者有時啲言論就話大災難開始咗啦。咁咧，我哋睇一睇。簡單睇一睇啦。第一印呢、這個著白色衫啊，呢、這個唔係對唔住啊，騎白馬嗰、那個。咁咧佢就拿著弓，咁好多人就覺得呢個係敵基督啊，出來勝又勝。咁咧就然後咧就第二印咧就係、是、點樣咧？有權柄給了那騎馬的，可以從地上奪去太平啊。所以末世嘅跡象。是沒有了太平，奪去太平和很多戰爭是不同的，是拿了太平的，所以大災難的開始是沒有了太平的，這個就是一個跡象了。接著就是食物很貴，第四印也是很清晰的，殺死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所以呢你一看呢已經知道現在未開始的了，現在未開始的是沒有，即即係根本咧，敵基督未曾活躍嘅，佢嗱佢應該已經再生嘅，不過佢未活躍，佢未有呢個權柄，有攔咗佢，攔咗住佢，佢而家冇得喐嘅。咁即係話咧，到呢、這個啊大災難開始咧，就係、是、見到冇咗太平。啊，所以我哋都留意新聞啦，你發覺嗰啲打仗越嚟越擴展，越嚟越多地方打仗。同埋咧死好多人，咁嘅時候咧，呢、這個就係開始啦。有好多人都話而家啊，開始已經進入末世。嗱，末世呢個預先嘅時間就係、是，不過大災難就未係。即係呢個係一個嗱，素來都係戰爭、饑荒、瘟疫，成日都有噶啦。由聖經時代都有噶啦，但係個問題就係越嚟越多嘛。咁而去到啟示錄呢、這個講到呢個末世咧，就係、是、講到咧。就是奪去太平和死了四分之一的人，那你就可以不知道現在未到時候了，但我們需要預備好自己，即是個個都預備好自己，那這個就是神的心意。敵基督要坐在聖殿的寶座上面嘛，那這個呢坐在殿中可以有兩個解釋，我們、啊、即有可能是有可能是就在聖殿，也有可能就在教會啊，因為教會又係神嘅殿，不過咧，啊，即係耶穌係有講到，即係呢個喺呢個聖地啊，咁所以有好可能，咁聖地係咪真係耶路撒冷咧？抑或係就係、是、教會就係聖地咧？咁樣人嘅內心係聖靈嘅殿喎，隨時坐喺人內心裏邊喎。佢呢個就唔係就係攞喺人嘅心裏邊，而係一個公開嘅，公開嘅，所以係一個一係就係、是。很大可能就是耶路撒冷，第二個可能性就是在教會裏面出現一個這樣的人物，不過、啊、到時我們會知道的，因為這個人會自稱為神。 OK 好，那我最重要就是大家能不能夠說、啊、不用怕，有神掌管一切，神是施恩的，而且那時候我們的靈命會提升，我們跟神關係會提升，更加經歷神的祝福，所以我呢我是很想我自己入到
大災難喎，因為呢個大災難係係有史以來從未見咁多神蹟嘅。係啊，因為基督徒唔使買賣都可以有食物，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神蹟。我都想快啲大災難。同埋神會保守，呢個亦都好大嘅神蹟。咁所以咧，我自己嚟講，我好想睇到神更多工作。嗯。我亦都會見到好多基督徒復興更新。嗯。不過亦都見到好多人跌倒，咁希望到時你唔好俾人。即係影響啊！同埋因為 AI 咧，你就千祈唔好係嘢都信。一間有網上傳話，誒、哎，我牧師啊，其實佢而家拜緊偶像啊，而家佢犯緊奸淫，佢整到咧似層層咁樣嘅喎。冇信，你就唔好睇到就覺得係啊。其實嗰陣時都好，即係好混亂嘅，因為佢會將啲牧師啊嗰啲咁樣整到佢喺度犯奸淫啊，即係影曬俾你睇啊，又講嘢啊，我唔係信耶穌啊。嗱，其實之前啊呢、這個都有一個影片咧喺網上嘅。就係話咧，啊呢、這個呢、這個咩咧？啊 Billy Graham 郭培理咧，係、啊否認耶穌係唯一救主嘅。係啊，有冇聽過啊？係啊，傳得好緊要啊嗰排。係啊，但係呢啲即係佢作出嚟嘅，點會即係有啲咁嘅嘢存在咧？咁就係、是。係咩？我冇聽過。唔係有女人作見證，佢話聽過郭培理講咩咧？佢話唔需要信耶穌可以得救嘅。因為有些人是不信耶穌得救的，即是以諾有沒有耶穌，以諾沒有耶穌他也可以得救，即是講緊這些東西，但他是跟神，即是他調轉來講，他跟神的關係，跟神的關係，而現在舊約的人聖經講到耶穌是贖了人在前約之時所犯的罪，希伯來書第九章裡講到的，所以之前的人就算包括以諾都是耶穌的救恩叫他得救，雖然他不知道耶穌是誰，但他知道神的救恩，佢就係信靠神咯，好啊，呢樣又好啊，好，好似耶穌復過，天父，我哋多謝讚美你，因為你好愛我哋，你係掌權嘅，我哋唔使驚，我哋一切遇見嘅災難咩嘢都唔使驚，因為神係掌權，我哋就可以信靠你，倚靠你，無論喺大災難或者係而家嘅日子，我哋都倚靠耶穌得勝，耶穌一定會幫助我哋，我哋站立得穩，倚靠耶穌，神一定喜悅，神一定祝福嘅。主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在這個平安的日子就親近神，多親近神，從神得力，隨時祈禱都有平安喜樂力量，隨時都被神更新，隨時都去傳揚福音，隨時都作見證，隨時的生命都是平穩安靜喜樂，充滿神的恩典的。多謝天父的大恩，多謝天父的大愛，神你的恩典夠我們用的，神你同我們一起，所以我們不需要懼怕，我哋唔需要喺今世，而家呢個時候，我哋唔需要懼怕。係啊，冇錢啊，冇啊各樣嘅供應啊，啊冇屋住啊，俾人鬧啊，俾人傷害啊，呢啲嘢我都唔使放在心上。我哋就係深信神一定掌管一切。